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our English class. 小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英语课堂。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单元 My school bag.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听一段录音。I have a new school bag. What color is it? Guess. My school bag is heavy.What's in your school bag? I have many books in my school bag. How many books? Too many to count. Here you are, a pencil case and a notebook. 小朋友们，你们听清楚了吗？你们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没关系，老师下面来一一解释啊。我们首先看到第一幅图。这有两个小女孩，她们在说什么呢？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她说 I have a new school bag. I have a new school bag. School bag 是什么呢？是书包，我们要装书的书包。I have a new, 我有一个新的书包。New 是新的。Have 呢是有。那么这个小女孩她说 I have a new school bag.我有一个新的书包。那么另外一个小女孩就问了 What color is it? Color, color 是颜色。What color is it? 就是说什么颜色呢？啊，这个小女孩她想知道你的新书包是什么颜色呢？哎，这个小女孩她说 Guess, guess 是什么呢？你猜，她让她猜一猜她的新书包是什么颜色。那么好，我们看继续下面。这个小两个小男孩啊，这里有两个小男孩，他们在说什么呀 ？My school bag is heavy. School bag 刚刚跟你说了 ，school bag 是什么呀？书包对不对？那么 heavy 是什么呢 ？Heavy 就是很重。那么我的书包很重，对不对？哎，既然你的书包很重，那么另外一个小男孩他就问了 ，What's in your school bag？School bag, 书包 What, 什么 In, 在什么什么里面 Your 呢你的那么你的书包里面有一些什么呢 What's in your school bag? What's in your school bag? 你的书包里面有一些什么呢那么重对不对好我们再看诶这里有一只大熊它在说什么呀I have many books in my school bag. I have many books. Book 是不是我们看的书，对不对 ？I have many books. 我有许多的书 in my school bag. 在我的书包里面啊，有许多的书。那么，这个小熊的书包是不是也很重啊？有许多的书。好，我们看到，看完了小熊，我们再看。哇这里有好多猴子对不对小猴子他们在干什么呀哇好多书呀。他们就说了 too many to count, too many to count. 这个地方前面这个两个 O 的 too, 它是表示太多你看啊太多了。然后呢 too, 这个是以至于太多了以至于count, 以至于数不清对不对 ?too many to count, 太多了以至于数不清哇看来真的有很多啊对不对那么这个小兔子就问了 ,how many books, 有多少书呢那么这个小猴子他就回答了 ,too many to count, 太多了以至于数不清。那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诶这个大象啊大象在干什么呀诶它是一个售货员对不对它说了什么呢 Here you are, here you are, 给你 a pencil case and a notebook, a pencil case, pencil case 是什么呀文具盒 and a notebook, notebook 是什么呢笔记本好他就说啦 ,Here you are, a pencil case and a notebook. 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小猴子他在干什么呀
他在买什么呢？买 a pencil case and a notebook。他在买一个文具盒和一本笔记本，对不对？好，我们刚刚看了这些对话啊，中间是不是有很多单词我们是不认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我们第二单元的新的单词。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哎，这是一本，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一本语文书。那么语文书怎么说呢？用英语怎么说？ Chinese book， Chinese， 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的书， book 是不是书？那么中国的书，中国人的书，还有中文的书，那是不是语文呢？用中文写的书是不是就是语文呢？那么好，我们看到 Chinese book。 第二个呢，哎，看到这个就知道了，是数学书，对不对？那么数学书用英语怎么说呢？Math book， 后面这个 th 这两个呀要读 s 的音，咬住舌头，轻轻发音 s s。 math book 数学书。好，我们接下来看，哎，这个是什么呀？就是刚刚那个小猴子在买的 notebook， 上课啊我们要做笔记，那么做笔记就要坐在笔记本上面，对不对？那么笔记本呢，就是 notebook。 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哦， English， 那大家都知道了，这肯定是一本什么书呀？不错，一本英语书。那么英语书这个肯定就很简单啦，就是 English book。 那么下面这一本啊，我们看到上面写的什么呀？啊，一看就是一本故事书，对不对？那么故事书怎么说呢？ Storybook。 我们看到啊， Storybook 这两个单词中间有什么呀？有一个连接符号，所以说啊，这个连接符号就表示他们两个单词加在一起算一个单词。这里都是这个地方啊， Math book， Chinese book， 还有这个 English book 都是两个单词，但是这个 story book 把它连接符号连起来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单词。小朋友记住啊，这是连接符号， story book 就是故事书。我们最后看到中间这里有一个什么呀？哇，好可爱的 school bag， 我们的书包，对不对？好，下面跟老师读两遍。 Chinese book Math book， 记住一定要咬舌头啊，那个 the Math book， Notebook English book Story book School bag。 好，这些啊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新的单词。那么我们下面，我们除了学习这几个新的单词之外啊，我们还要学一些数数。我们要从几数到几呢？我们之前学习了从一数到十，对不对？那么今天呀，我们要教大家从20数到30， 30数到40， 40数到50。那么之前呢，我们1到10都学会了啊，然后20到30之间呢，我们应该怎么说呢？20是不是 20？我们不看后面这个连接符号，后面的不看啊，20就是 20。 那么21呢，我们就要用这个连接符号。刚刚 storybook 中间有个连接符号，老师是不是说了这个连接符号就表明它们是一个单词，对不对？那么这个 21 就表示21，它就是表示一个单词了啊。然后我们看到 20，我们看到最后啊，到了30是变成 30 是30。那么中间它都省略了，为什么省略呢？因为后面啊，这个连接符号后面的数字啊就是一
到九，这个一到九的说法。那我们看到 21 是21，那么22是多少呢？哎，小朋友们真聪明啊，一想就想到了，2是不是 2？ 那么22是什么呢？ 22， 对不对？那么2就是我们说的12那个2。那么我想问23是什么呢？哎，不错， 23， 对不对？那么24、25呢？哎，不错， 24 25，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只要知道了20它是 20， 我们只要知道这一个，25、26是不是都可以推出来了呢？直接往后面加5和6，对不对？好，我们看到 30 这是30。那么我们到了30到40啊，我们看30到40怎么说的呀？ 21 是什么呀？ 31。那么 31 是什么呀？是31。我们看到 30 是不是30？那么 1 呢？是1。那我现在问33怎么说？哎，不错， 33呢，是不是直接往后面加一个 3， 用这个连接符号把它连起来，对不对？那就是 33， 对不对？就是33。那么36呢？啊，不错， 36啊也是 36， 是不是6呢？哎，所以说啊，我们31 39这中间的都可以用我们的1到9这个单词啊往后面加上，就变成了31 32一直到39啊。好，我们看到39之后是不是40？ 40怎么说呀？ 40 是40。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41怎么说的呀？ 41 是不是也是像这个 31 一样，都是往后面加 1, 2, 3, 4, 5, 6, 7, 8, 9， 是不是都是加这九个单词呢？对了，它们都是用连接符号连起来的啊。比如说45怎么说？嗯，不错，就是 45， 就是45。那么49呢？哎，不错啊， 49 就是49。哎，小朋友们真聪明啊，一学就会。那么我们看到这个50怎么说呀？ 50 哎，我们看到啊， 20 30 40 50它们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呀？对了，后面都是加的 ty， 对不对？ ty 对不对？这个呀就是它们的共同的特征。所以说小朋友记这些单词的时候啊，也要记他们的共同之处，这样啊记单词才容易记住。我们看啊， 30 20 40 50都是后面加了 ty， 是不是？好，这个就是21到50，我们是不是也会数了呀？比如说25是什么呀？啊，不错啊， 25， 有些小朋友一听就会了啊。那么55呢？哎， 55， 对不对啊？很聪明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学习的数一数。那么我们来看啊，我们来数什么书呢？哎，我们来数这里吧，有多少本书呢？我们看到啊，先从第一本开始数起， 1, 2, 3, 4, 5, 6, 7, 8, 9， 有几本书啊？有9本书，对不对？那么好，我们跟着 9 继续把这里数完呢。 9 之后是什么呀？9之后，对了， 10， 那么这个就是 10。 然后呢， 11 11 12呢， 12 13呢， 13，对不对？14呢， 14 15 15
16, 17, 18. 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数到 18, 18是多少？ 18, 对不对？好，我们既然数到了18本呢，我们继续往这边数啊。18本，我们看到，好，那么19是什么呀？ 19, 那么20，我们刚学的20是什么呀？对了， 20, 20之后呢？ 21, 22, 23。那么这个地方 23 是多少？哎，不错啊， 23 23。 好，我们这个地方啊，小朋友自己下课之后要数一数，要数一数这里总共有多少本，从 1 从第一本开始数起，看能不能我数到50呢，看能不能数到 50 这个地方来。50啊，我们下课之后要数一数。好，下面呀，我们就到了Let's do， 我们这节课要做一些什么动作呢？哦，我们看到这个小朋友在干什么呀？把一本书放在书包下面，对不对？那么怎么说呢？ Put your notebook under your bag， 它是在干嘛呀？哦， put 是把 your notebook 你的笔记本 under your bag， under 是在什么什么的下面，Under your bag， 那么 bag 是不是包，对不对？那么他在说什么呀？哦，把你的笔记本放在你的书包下面，对不对？ Put your notebook under your bag， 对不对？你看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正在做这个动作啊？ Put your notebook under your bag， 对不对？哎，把你的笔记本放在你的书包下面。好，我们来看第二幅图，他在做什么呀？我们看到啊， put your eraser near your pencil case， put 把 your 你的 eraser 是什么呀？橡皮擦，对不对？ near 在什么什么的旁边， your 你的 pencil case 呢？哎，文具盒，对不对？Put your eraser near your pencil case， 把你的什么呀？把你的橡皮擦放在你的文具盒的旁边，对不对？我们看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正在做这个动作呀？ Put your eraser near your pencil case， 是不是？好，我们看到第三幅图，这个小男孩在干什么呀？哎，我们看啊， Put your pencil in your desk， desk 是什么呢？哎，我们上课用的课桌。那么 put your pencil 是什么呀？哎，我们要用的铅笔。那么 put your pencil in your desk， in 是什么呀？放在什么什么里面，对不对？在什么什么里面。那么 put your pencil in your desk 是什么呢？哎，不错，就是这个小男孩正在做的这个动作啊，把你的铅笔放进你的课桌，对不对？我们看到他正在做这个动作，是不是？嗯，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这个小女孩她在做什么呀？ Put your pencil case on your chair， chair 是什么呢？哎，我们要坐的椅子，对不对？那么 pencil case 呢，我们的文具盒，我们放笔的文具盒啊。那么 put your pencil case on your chair， on 是什么呢？放在什么什么的表面，什么什么的表面。那么 put your pencil case on your chair 就是说把你的文具盒放在你的椅子上面，对不对？我们看这个小女孩她是不是正在做这个动作呀？嗯，不错啊。好，我们看最后一幅图，这个小男孩在做什么呀？我们看啊， Put your English book on your head， English book 啊，对了，英语书，我们刚刚学习了的啊。 On your hand， on 在什么什么表面， head 呢， head 是什么呀？头。那么 put your English book on your head， 那么是不是这个小男孩做的动作呀？对了，就是 put your English book on your head。 好啊，那么我们这个呀，你们可以课后啊考一考你的同学，
你就来说，我说 put your eraser near your pencil case。那么另外一个小朋友啊，就要做这个动作，谁做的对呢？我们就给他加分，得分最多的小朋友啊，可以获得一个小礼品啊，我们就可以课后啊，我们来做这些游戏，对不对？好，那么做这个游戏之前，是不是要先把这些句子都读熟啊？嗯，不错，好，下面就跟着老师来读两遍啊。Put your notebook under your bag. Put your notebook under your bag. Put your eraser near your pencil case. Put your eraser near your pencil case. Put your pencil in your desk. Put your pencil in your desk. Put your pencil case on your chair. Put your pencil case on your chair. Put your English book on your head. Put your English book on your head. 哎，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吗？那么你们学会之后，课后啊，可以跟你们的好朋友一起来做这个游戏啊。好，我们来接下来看，这里呢有一段对话，那么他们在说什么呢？哎，我们来一一看啊。首先看到 Hi 陈杰，陈杰你好。 I have a new school bag。 哇，我有一个新的书包，对不对？哇，有新书包了，很高兴，是不是？那么陈杰说什么呢？ Really? What color is it? 真的吗？什么颜色呀？哇，问他什么颜色。好，下面就看 Look, 你看。好，给他看了。Wow, it's a panda. How nice. 哇，是一只熊猫，对不对？ How nice. 好漂亮啊。哇，一只熊猫的书包是不是很漂亮呢？好，我们继续看。I have many books. 那么我的书包里面啊，装了很多的书。I have many books. 我有许多的书。有一些什么书，他就来介绍啊。An English book, 也有一本呢英语书。A story book, 一本故事书。And 后面呢就是其他的书，对不对？他这里就没说了。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他说 English book 的时候，前面用的这个冠词用的什么呀？哎，用的 an。但是这个 story book 呢，前面用的冠词用的什么呀？对，用的 a。那么这个呀，小朋友应该注意啊，我们 English book， 因为 English 它第一个发音是发的元音，所以说呢，我们要用 an。就记住啊， English book 前面要用冠词 an， 一本英语书我们要用 an English book。但是其他的像数学书、语文书我们都是用 a story book， 一本故事书啊。这个地方只有英语书特殊一点，要用前面加一个 an。 好，我们看到，哇，这么多书，是不是这个小熊书包是不是鼓起来了？那么这个呢，小女孩她就说了 a fat panda， 哇，一只胖胖的熊猫，对不对？因为装了很多书，所以说这个熊猫书包就变得鼓鼓的，就变得很胖了，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May I have a look? 你既然说有这么多书，然后这个小熊猫又这么胖，那么我能够看一看吗？我能够看一看你的书包吗？我能够看一看里面的书吗？啊，这个小女孩她就说了 Sure, here you are. 当然可以啊， Here you are. 给你。小朋友，这个地方啊要注意，别人问你借一样东西，或者说别人问你要一样东西的时候啊，你给他的时候可以说 Sure, here you are. 当然可以， Here you are. 给你，对不对？嗯，好，那么这个句子啊跟着老师读一遍。 Hi 陈杰。
I have a new school bag. I have a new school bag. Really? What color is it? 我们要问什么颜色，我们就可以问 What color is it? Look. 看，是不是？看。Wow, it's a panda. 哇，是一只大熊猫。How nice. 多么漂亮啊。我们看到别人的新书包或者新文具盒的时候，我们要赞美他这些文具很漂亮，我们就可以说 How nice. 多么漂亮啊。好，继续。I have many book. 我有许多的书。Many 是许多的意思啊。I have many books. 那么因为有许多，所以说这个 book 呢，后面要加 s， 表示复数。记住啊，有复数的时候就要加什么呀？对了，加 s。I have many books. 我有许多的书。An English book. 一本英语书。A story book. 一本故事书。I have many books. An English book. A story book. A fat panda. Fat, 它是肥胖啊。A fat panda. May I have a look? May I have a look?这个呀，你如果说别的小朋友有了新的书包或者新的文具、新的书本，你想要看一看的时候，你可以向小朋友说，你说 May I have a look? 我能够看一看吗？诶，别的小朋友找你说要看一下你的新书包、新文具盒、新书的时候，你就可以说 Sure, here you are. 当然可以。 Sure, here you are. May I have a look?Sure, here you are. 好啦，小朋友们，今天学习的新的单词和新的对话都熟悉了吗？课后一定要多加练习哦。好啦， The class is over. Goodbye.